开门八极拳，八回头短棍，对打套路，操练顺序，八回头短棍套路，开门八极拳利用短棍轻便灵巧的本能特长，在套路操练过程中合理融合多种短器械的动作形态和战术意识，组成多功能一体的完美体系，充实了套路总体内容潇洒自如的丰富多彩和独具特色的特技功能。八回头短棍套路顾名思义，表现在操练过程中组合多种不同姿势形象的动作，在场地上一去一回往返一次，称为一回头，由八次各自不同动作的往返完成八回头组合套路。八回头套路操练方式有两种，一是单人操练，另一种是双人对练。其中单人套路重点要求每一动作必须本着完整到位、爆发协调和具备战术意识三大要领，充分体现既威武壮观又舒展大方的规范形象和技战术意图的合理配伍，乃至顺畅的节律，甚至包括准确的效仿传统人物、事物、典范形象的刻画姿势，给人一种自然优美的享受感。但是在双人对练套路中，重点主要突出在技战术应变和动作动态的攻守转换的严谨配合，落实以实战为目标的基础功能，真实体现开门八极拳摆正了打练结合的练功方向。开门八极拳利用短棍轻便灵巧的本能特长，在套路操练过程中合理融合多种短器械的动作形态和战术意识，组成多功能一体的完美体系，充实了套路总体内容潇洒自如的丰富多彩和独具特色的特技功能。在双人对练套路中，重点主要突出在技战术应变和动作动态的攻守转换的严谨配合，落实以实战为目标的基础功能，真实体现开门八极拳摆正了打练结合的练功方向。